好，我们看这个例题三的哈，它要求呢求一个 lambda 哈，使得这个方程组哈有异于呢零零点的解，就是有不全为零的解啊，全为零就零零零嘛，也就异于零零零的解。好啊，我们一看的话哈，这里面至少有一个解是零零零。啊，如果要有异于这个零零的解的话，代表它有无穷多种解。那无穷多种解的话，那个系数行列是，我们把这移过来哈，等于是解这个方程式，移过来的话就是二减 lambda 哈 x 减 y 哈，加进呢等于零，好，这移过来的话是 x 哈，减掉二加 y，哎，二加 lambda 哈 y。啊，减进哈，等于零啊。啊，把移过来啊，x 减 y 哈，加二减 lambda 呢，就等于零啊。那么要有异于零的解的话哦，它那个系数行列式哈，要等于零，也就是那个德塔，大德塔哈，就是二减 lambda 一。啊，这负一二加 lambda 负一，一负一跟二减 lambda 哈，这个要等于零，我这要等于零啊。好，那我就现在我就把这个展开了哈，我要展开在这里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好，我就直接展开，就这个哈，啊加这个，加这个，啊减这个，减这个。减这个，然后再减这个，好，就是这个是吧？这个是二减，这里有二减 lambda，二减 lambda，二减 lambda 的平方，啊乘以那个二加 lambda，二加 lambda，然后呢，再哦，再加这个，这个是正一啊，负一乘以负一再乘一，再加一，然后再加这个。再的话再加这个，哦不对，应该是，刚刚是这一个嘛哈，加这个，再来是加这个，这个是负一啊，加负一，再加那个负一啊，现在减多少？减这个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二加 lambda。它再加多少呢？啊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这变成负的了哈。负的呢，这个是二减 lambda。好，然后再来是这个，这个又变正的，负一乘以负一嘛，正的吧？正的呢，二减 lambda，这样子的。啊，这个会等于零，啊，这个会等于。那我要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这个就没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二减 lambda 这负的，二减 lambda 就消掉了，所以剩下这个二加 lambda。那二加 lambda 哈，跟二加 lambda 可以抽出来，我这里有减它，所以就是二加 lambda 把它抽出来，二减 lambda 平方哈。它、现在减一啊，好，我把这个改成 lambda 减二好了，平方，那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 lambda 加二，还有哈，这个减这个嘛，那这个平方等这个，这个减这个是 lambda 减三，乘以这个加这个多少？对啊，这个加这个应该是 lambda 减三啊，这个减这个哈。不对，这是减一平方啊，这个加这个是 lambda 减一，这个减这个是 lambda 减三啊，这个加这个是 lambda 呢减一啊，这个要等于零，所以哈，lambda 有三种情况啊，第一种就是负二，或者是三，或者是一啊，